进来吧。哦，谢谢。坐啊。哦。问卷呢？这里。这应该是牧场老板的字吧？嗯，对啊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一样丑，一点进步也没有。笑什么？就之前我跟小毛的妈妈在牧场工作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，她的字啊，也跟她爸爸一样，写得很漂亮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总是觉得自己的小孩都是最棒、最好。小毛他从小就对老弱妇孺特别关心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他知道你的弱点，就会特别照顾你。他是这样没错。哦。你有什么弱点被他知道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，就我希望他跟我的相处可以不要这么小心翼翼。他对你怎么样，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有多重要？多重要？就我希望他跟我相处的时候可以自在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别人跟我相处的时候可以很放松。你喜欢他？他是好人。老板，你要去？我要吃东西。那要分析。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吃东西。这是你的晚餐？对。你的晚餐就吃泡面？对。可是泡面不营养，这样子。吃泡面最不浪费时间，不管什么都一样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都一样，这讨厌花而不实的东西。还是我打电话请服务生送餐上来，很快。我就是要吃泡面。好好好，我帮你。手怎么那么烫？老板，你先去坐着，我来帮你就好了。不用，你回去。坐我车。老板，你先坐，我帮你煮就好。去休息，动好了跟你说。小心。坐好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好。老板，今天怎么怪怪的？
刚刚才吵着说肚子饿，要吃饭，结果就睡着了。不过睡着的也好，这样就可以多休息一下。这样睡会落枕吧？就让脚印倒退出那条巷弄，就让玫瑰昏睡回花店角落。仔细看，老板长得蛮帅的嘛。要是不要一直绷着一张脸，多好。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活？对不起，为什么要打乱我的步调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耍你小王小毛的叫，我要死了。